too much for sure. I got a hangover. Whoa, I got an empty cup. Pour me some more, so I can go until the curtains up.你是不是经常会跟我们粉丝们进行互动啊？我一般拍戏的时候会很少吧。嗯，对，很少，然后就直接就埋头进在剧组里面，就两耳不闻窗外事的那种。然后平时的话，就如果不是在拍戏过程当中，就会进到那个微博的粉丝群跟他们互动，是吧？嗯。